不要骂自己，因为来机场没有叫他们，吃货体质，他就知道。哎呦，哎，他那个艾琳说，哎呦，哥，你们吃看看，很想很想吃，是什么味道？我把它做成甜的了。哎，你自己拿，什么味道？那什么做的？油干，油干，你们都没吃过吧？不是油干，那肚子很大的那种油干嘛，油干嘛，那油干，油干就是这种是在一种水果，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？在一种水果，好吃。新鲜的我吃过，这个没吃过。他吃完了回甘的很甘甜，就是回。如果你没有做的话，它是有点涩涩酸酸。对，是苦苦的，有点苦苦的。哎，你怎么做的这个？我给你带来的，我不吃，给你们带来的。谁爱吃？我不爱吃。我也不爱吃。他有些人吃，有就是苦苦的。有点苦。对，但是你吃完了嘴巴会回甘哦。你等一下。你要吗？嘴巴会回甘回甘的。要不要？我不要。你要不要？他要。你要带回去。我不。你好，不要让我带回去，我觉得好吃。哎，对呀，他好吃，嘴都好吃，嘴大呀。我跟你讲哈，像这个吃完了，你等一下吃完了，那个嘴巴就回甘回甘的。那等一下我再。像这种东西是我是回甘了，是蛮不错。哦，你不爱吃，我对他们这边老人家爱吃这个，我婆婆他们爱吃。哎，它如果是绿色的话哈。涩涩的，涩涩苦苦的，然后吃完了，哦，好甘甜。我现在吃完，有没有吃过甘蓝？我有吃过甘蓝，这是油甘仔，这个对，这就是类似生甘蓝。生甘蓝是不是吃完了，哦，甘甜甘甜的，好。对，这个就是你绿色的就这种，对，吃完后面。因为我把它弄成甜的，比较不明显。你如果吃那个。